我们王副市长，财政局的欧美环欧局长，以及我们主计处的陈慧娟陈处长，在场的各位议员同仁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服务业的同仁，以及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10月12号，我们进行财政局跟主计处的工作报告。那我们先请财政局的欧局长，谢谢。大会主席、我们议长、我们林议员、刘议员、谢议员，我们王副市长，各位，这个在场的同仁，大家好。那么现在呢，财政局，刘员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财政局的工作报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来为各位介绍我们的这个服务团队。那么首先呢，是我们的副局长李淑仪李副局长。那么他呢，平常就是协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局务哈。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哈，有事情我不在的话，我绝对会全力的来负责哈。谢谢。那我们的主任秘书是蔡美淑，蔡主任秘书。主任秘书他一样也是协助我们的这个比较事务哈，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哈。那么他是一定会留守在办公室的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请蔡美淑蔡副主任。好，再来我们的专门委员是我们的杨素云杨专门委员。那么杨专门委员呢，他也是我们这个府会的常任的联络员啊，府会的常任联络员。那么常常呢，我想他跟这个议员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哈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呢，议员给他更多的指导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还有一位专门委员，江义坤江专门委员哈。那么他呢，在这个工产方面哈，这个公用或者是非公用的部分呢，那么这个部分的服务呢，就由我们这个江专门委员来做服务。谢谢。再来呢，我们一共有4个，一共有5个科哈。那这5个科呢，我们首先是一个财务管理科。那么财务管理科的话呢，就是对于这个预算的筹编啊，税入预算的执行啊，那么还有这个各项的库款的调度是非常重要的哈，还有这个灾害的经费的核定，那么是我们两会警科长。那么他因为在产假当中，所以呢就由我们的这个刘淑媛刘专员来代理今天的出席。好，那么我们谢谢他。另外呢，我们有金融烟酒科的科长哈，汤发勋汤科长。那么他呢，他是金融烟酒。那么金融呢，从今年开始呢，就只有辅导我们的这个信用合作社的部分，因为农会信用部的部分已经由这个农业局来做主政哈。那么烟酒科的话呢，他的业务呢是在这个烟酒的查缉，那么然后维护这个烟酒管理的这个秩序哈，那么要保障消费者而来确保这个合法业者的这个权益，这个是金烟科哈。再来就是公用科跟非公用科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公用科呢，江科长升了之后呢，这个升任了之后呢，现在呢就是由他这个蔡燕芬蔡科长来兼代，他原来就是一个非公用科的科长，蔡燕芬蔡科长，那么就是处理这个财产这方面的业务。好，谢谢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我们集中支付科的科长哈，家军哈马科长，那么他服务我们这个440个。机关学校的这个库款的支付，那么也服务这个民众哈。对于民众的这个的资讯呢，就是受款人的资讯呢，他从那边呢，他可以得到这个服务。那么我们的幕僚级单位呢，我们有一个就是秘书室的主任，那么叫陈秀美陈主任，那么负责我们局里头的这个秘书方面的业务，那么这个包括很多哈，包括文书档案啊哈，包括这个资讯哈。所以呢，我们是连资讯的人员都在他的这个对象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人事的杨敏秀杨主任啊。那么对于我们的员工一共有115位啊，在这个编制，那么这个人事的业务就是由他来负责。谢谢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董建中会计室的董建中董主任，那么我们的会计的业务就由他来负责。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政风室的。心力哈，那么的工作哈，那么维护我们这个办公环境的这个的安全哈。好，那么至于我们的工作报告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有书面的资料，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补充的，因为原来的资料是到7月为止的资料，
那么现在报告呢，我们有到八月有到九月的资料，我们做了部分的更新。那么就请各位议员呢多多指教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非常谢谢呢，各位议员呢，这个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的这个肯定跟鞭策跟鼓励哈。那么让我们呢，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市政的推动上面呢，在扮演好我们这个财政，让这个财政稳健哈，让这个市政能够稳健这样子的一个脚步来进行。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谢谢各位议员的指教，没有你们的话呢，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子策动的这个原动力。那么以上，谢谢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请主计处的陈慧娟陈处长。先生，还有媒体朋友，大家早。首先感谢今天的安排，让我有机会列席报告我们主计处的工作情形。那在报告之前呢，就容我先介绍我们主计处的主管。那首先是我们的副处长李隆吉，我们的主任秘书黄文琪，我们的专门委员张厚凯。我们专门委员黄训佳，我们预算科科长杜小云，我们基金科科长蔡立文，我们会计管理科科长周王慧，我们的公务统计科科长黄家鹏，经济统计科科长黄静鼎，我们的秘书室主任周碧莲。我们的人事室主任谢碧如，我们的会计员吕怡倩，我们的兼任政风王佩琪。我想以上简单介绍我们主计处的主管，那接着就来报告我们主计处的工作报告。那主计处的业务主要包括税计、会计、统计。那现阶段我们完成的工作呢，在税计方面主要完成了106年度总预算案的筹编，也完成了104年度决算的汇编，并经过会会来审议，完成了这个确认的财务责任。那另外我们也依法来督导现在维持自治的这个复兴区的预算的筹编。那在会计业务方面呢，我们每个月会汇编会计的报告，那半年的决算呢，也来依法来编制。那平时呢也都有来辅导各项的预算执行的一个规定。那在统计业务方面呢，我们推动的公务统计方案，也辅导来各机关来执行统计业务的实施计划，并且逐步的建立这个预告统计资料发布时间表。然后也汇编我们各类的统计报告指标跟分析，来提供决策。